就留18号是吧？啊，我是。是，来坐。别紧张，就三个问题，很快的。你害怕痛苦吗？我觉得痛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嘛，它应该。第二个问题，你害怕生命短暂吗？第三个问题，你害怕孤独吗？Thank you.
但是我能提出。能经历青年时代的痛苦，受得住中年的迷茫，顶得住老年的孤独，你将生而为人。恭喜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